这里是由美赞臣蓝针冠名播出的《大碗仔的夜》第二季，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加入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会员加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本节目由湖南卫视、芒果 TV、咪咕视频联合播出。来到杭州一个隐士的一个山庄里面，真的没有工作的感觉啊。嗯，我现在是头脑真的放空。那不如这样吧，哎，我们想想我们这一次的营业的目标，这次来杭州啊。会计，哎，计算机，哎，我这里有14248，可能就是我们的总数吗？还有你那个盒子里面加起来还有。如果你现在那个情况你不弄好一点，如果有客人想入股的话，我们怎么相人家怎么会相信我们那个集团是那么成功呢？好，现在是集团了。哦，我就你是一份子哦，好啊。如果有人入股，我们一定要表现的哇，这个我们好专业啊，这里就是很赚钱，这个东西真的能做，然后就不要就是我们去年就是觉得哎呀，求求你帮我，我们这一次就哇，这个东西另外一种，不，但是话这样说，但如果要进来入股了，得要六个人去配合打一个。你的意思是我们要配合了？对啊，果然是商业天才啊，两位。OK， 我们在第一集拿钱的时候呢，就答应过他们的游戏规则就是3倍，我们要把33984给你，对吗？这个是我们的目标。然后我们现在有16512.67。OK， 一半呢？差不多一半呢。Okay.OK， 17400。那如果我们是从6次的那个营业去分，每一次营业我们要赚多少钱？哇，3000块。OK， 我觉得呢，为了让我们这个营业额再提升的话呢，我们可以存在一种我们内部的一种对抗的。什么打法呢？我们抽签，就 A 组跟 B 组 ，A 组跟 B 组自己的商量，说啊，我今天想做什么，我的定价是多少，大家不能。管对方的，这我们可以，就比如说 A B， 你们到6点到9点开业，我们不一定要6点到9点开业啊，是这个意思吗？分 A B， 真的会对那个营业会有很大的帮助吗？觉得？对于我们的感情来说，有没有影响呢？嗯，你不会太较真吧？不较真，你玩你什么呢？对，我觉得不一定要大的奖励，可是必须要一个大的惩罚。没奖还要受了一个大的惩罚，不翻脸，翻脸了，翻脸了。OK，A 组跟 B 组。好呀，我是 A， 我是 B， 哦，我的就是 A， 还有 C， 我也死了，两个主厨在 B 了。哎呀，惨了，怎么办呢？基林哥好像没煮过耶。哎呀，怎么？哎呀，惨了，我们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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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很消极啊，这个很消极。你们继续吧。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没有了两个主厨，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开始组合在一起吧。啊，不理睬我啊！好，你已经把我的胜负欲引起来了。你们真的以为自己很厉害吗？没有。我们这边的有两个有颜值，有颜值排在前面的所有的食客都过来。我在厨房可以做饭呢，做饭做什么都可以，可以了。哎，你是管理这个数目的哈，然后就可以不用那么平均给他们那么多钱了。不，哎，我们是分了组了，但你还有一个组在这里啊。对对对，你这个是另外组而已啊。兄弟们要快一点想了哦。你看呢？你看呢？对，越来越大了吧？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卖伞呢。那输了要怎么办？你想怎么样啊？想一想啊。有什么厉害一点的惩罚？所以输不要惩罚，我觉得赢要奖励才有意思。OK， 那节目组就如果谁赢了，那三个呢就可以，就节目组要给我们一个红包。那谁赢了，输的那边就自掏腰包。不是不是不是自掏腰包，是芒果跟湖南卫视双平台，双平台每人500。这个自掏腰包，这个没有很大的伤害啊，没有那个感觉。有什么更厉害的呢？如果不是钱的一种。面子。OK， 想到了。谁输了，那组今天晚上呢就要敬茶，跪在那个前面。嘿，谢谢谢谢你，多多指教了。是我咩？是我。是我血意未精，是我油盐不识泰山，油盐无珠。都得要一整天，我不是今天晚上就算了，到明天你就会看到，比如你哎，哥早哥早，对，一见到哎，陆哥好，陆哥早，陆哥你很帅，那路过都不敢看的那种，应该，卓西哥，卓西哥，你走过，走了，他讲。哇哇，踩准起来这样子啊！好嘞，那现在分组讨论。那我们的这个分组放了半个小时不到，就开始大家又互相那些啊，你鱼我炸的出来了，就马上。这个真的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哎，问那个资金是多少啊？都可以，大家可以商量，只是要平均。对，所以要控制那个成本。我们弄什么？那个成本热狗好不好？哎呀，不要告诉他们呢，不怕他们怎么样也会知道。那可以继续卖那个暴打柠檬茶啊，那是 PK 那个就带出秘密武器啊。什么秘密武器？我已经学会，我们都学会了。对呀，改名字啊！我们呢就是暴打柠檬茶，他们那边就是暴躁柠檬茶。我不要了，你下大一点。天无眼啊！好了，我们就弄暖的人参蜜。OK， 那吃的呢？吃的，我觉得越简单越好，以量为主。哎，你们不停地听我们，你们自己想好吗？没有，你说谢总，
完全没有担心过。我怕的要死啊，我怕的不知道讲什么好啊。那走一个吃的，一个喝的吧。一个吃的，一个喝，一个带走。你不要再骚扰我们好不好？隔壁的。快一点，快一点想出来。好一点，感觉贵一点点。那海参呢？海参又贵又难卖，热狗弄两条狗在你前面呢，哇哇哇！我去，燕窝，弄几个小鸟在这这这，啊，旁边有一个人的，这，哎呀，不要让他们打击我们，对，这样不要看他们，不要理他们。对，越来越大了吧。转去那个室内好不好？好，回去。喂喂，走吧，外面。走，分开。OK， 我们还是要互相的去讨论一下大家做的那个，因为这个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营业额。对，我们那个比拼是都是虚的。现在就说虚啊，刚才不是说虚了。没有啦，就是。奉一杯茶而已，虽然还是有面子的问题了，可是最后得意的都是大家啊。我们做什么？蔡汤加个炸鱼，炸鱼汉堡。嗯。要咸柠檬，要雪碧咯。小姐姐，我们呢个组很。分工很清晰啊，没那么乱，是吧？我们搞定了。我们现在报告一下，我们现在不做那个灵物了，我们做咸柠七。我们来彩排吧。但你到時係咁先好啊！精神啲，差一分鐘天就黑曬，無需急於講計成敗。耶！光陰好比閃電飛快，想開心應該去街。明日千載遙遠，世間千載穿。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又錯啊！明日千載遙遠。一世再穿 ，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 ，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世再穿 ，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世再穿 ，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你好，小春、天华，季姐你好。我从来没有想到在这一刻他会出现在我面前，所以有几秒钟反应不过来的。噔噔噔噔噔噔
怎么有一个美女出来了？真的、啊，小妈哦，小妈呀、啊，真的。请坐，请坐。哎呀哎呀、哦、哎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太乱了，太乱了。哎呀哎呀，今天你真的是来过来探我们的？探班呢、啊，对啊。哇，也带了一些好东西。好，请坐，请坐。你哎，好，我坐这里。好，好请坐。这个小顺你认识吗？都认识，虽然是没有合作过。超级社恐，他不敢坐在你旁边。哦哦哦，没有，不 OK OK， 就宽容一点，穿宽容一点。我不要让啊季姐尴尬，我不要让你尴尬 ，OK。不要，不然不够位置坐。够。我们先鼓掌一下，我们的这第二季的《大王彩的夜》的第一个的飞行的嘉宾，太惊喜了。真的很开心看见你们六位大湾仔。对，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我就带来一些温暖和关爱，因为我知道你们拍这个大湾仔的夜应该很辛苦哈，而且肯定会缺少汤水，所以包了一些汤水过来给大家温暖一下。谢谢。我预备了这个是木瓜鲍鱼汤，非常滋润。鱼呢要先煎一下哈，把鱼的两面煎成微黄样子。其实应该在大湾区吧，每一顿饭都要喝汤的。大家看那些港剧啊，不是都说我留了汤给你，就是他们不在家吃饭也会说我留了汤给你啊这样子。我相信呢，大湾仔他们拍这个节目一定很辛苦，所以带这个汤给他们关爱与温暖吧。来，尝一尝。是这样喝的？对，我帮你，我喂你，我喂你。我们去猜一猜是什么汤啊？倒出来的时候。哦、哇，哎哎，鱼汤吗？这么厉害？哎，我们现在已经是厨师来的了。哦，好，有点功底哦。好了，那谢谢，不客气了。好，我们当酒喝。Cheers， Cheers， 谢谢季姐，谢谢，谢谢，谢谢 ，Cheers。还热着的呢。Thank you，Thank you。身体健康啊！哇，好鲜啊，那个很甜哦。猜到是鱼汤，那猜的是什么鲍鱼汤呢？冬瓜，冬瓜，榨菜，我吃的有点酸哦。萝卜丝啊，好像是番茄，番茄。这个是木瓜鲍鱼汤，木瓜。还有，为什么小春说刚刚有一点酸酸的？就是因为它是用两种木瓜来煲的，它用青木瓜和那个熟木瓜，熟根，所以它有一点提味嘛。感觉很润的那种，对啊，汤水就是润嘛。嗯，其实你们的这个餐车那个有没有一些什么招牌菜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菜单都不一样，不一样，对，对，不能重复那个。啊，所以也有一点难度。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真正的我们这个营业的那个情况。火，很火。火，那好啊。每一天都做不完，都是赚赚赚。所以你看，小春就是。因为去年到今年，我们做第二年了。哦，第二季了已经。对，如果我们有第三季、第四季，是很美好，哇哇哇哇，大湾仔哇就越来就越做到越大，做到越强。上一季我们都有一些嘉宾啊，对，过来。我也是慕名而来的。哦，你是我们心目中的 VIP。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计划，就叫做荣誉入股人。那个好玩，就是每一个嘉宾如果来入股的话呢，我们就会把那个
至今呢越来越大，去做大做强，做大做强，遍布全球。就是很简单，就是5000块一股。哦，就是、可以啊，参股啊，对，参股，对，然后最后就一起做上市。好，所以最多只能2到4股。对，你会投多少？如果是你，我要今天试了你们的那个营业的态度，我看清楚，我再。那我怕你再忍不住就4股了，真的。季姐，之前有没有这个投资的经验呢？没有，我是最不懂投资的。那就对了。对，你看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对，很认真。哇，我们这一次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天使投资人，直接就成为我们第一个天使投资人。嗯，对，所以这个先颁给你了啊。但是他还没答应啊，还没答应啊，志凌哥。我知道他一定答应了。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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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芝姐成为我们大湾仔的爷爷的天使投资人啊！真的是天使一般的人。对，谢谢谢谢你们。OK OK。但你们今天要好好表现哦。没问题啊。你们工作的时候啊。好的。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不好，就简单的2股就算了。如果觉得我们做的很好，就4股啊，4股，好吗？好，没问题。那做什么菜呢？你做什么菜啊？就是一个主讲，主讲，今天的主讲，我们的主讲，对，主讲哦，主讲，主讲 ，B 组的主讲，他是 A 组的主讲，这里是。哦，我们做两个，一个就是卓西的一个什么汉堡啊，刚才想的名字叫什么？你与我炸，你与我炸汉堡，因为在代表那个香港的茶餐厅叫猪扒包，之前我做过了，然后这次我做一个鱼柳包，鱼柳包，改一个特别一点的名字，对对对，很吸引人哦。我做一个汤，都是素菜的。哦。我们叫大湾仔梨汤，我们客人听着这看着这个名字也觉得会好奇啊，对啊，会好奇啊，对啊。我们的 A 组就本来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后来看见芝姐你过来，就是赵雅芝是猪颈肉捞丁。这样都可以吗？就这么复杂？复杂就是跟我们看见你的心情一样，很复杂，复杂的来甜蜜，很多层次的哦。对，就是跟芝姐一样，非常有层次。看见芝姐一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甜，所以有一个饮品哦。就是厉害。那还有一个菜是什么了？哦，咸柠七。对对对，咸柠七。对啊，很港式的饮料。哦，对。所以你简单的去听这个两边的菜，你会更倾向于想吃哪一种？嗯，那我说了，对你们两个刺激会有一些影响。没事的，我们常常这样的。确实是一个端水大师啊，没事。没有没有，我是比如说你们是厨师来讲的，还没开始呢，听到一个嘉宾来打分，我觉得也不太公平。哎，不是嘉宾哦，是投资者，所以很重要啊，意思。也有做过一些思考。我为什么这边？我先走了，直接。不会这样吧，志凌哥？哎呀，心都凉了。不是，我要。哎呀，气死我了！没有，我听我说，听我说。赛马，赛马是很严谨的，而且我要说出我的道理来。为什么？因为呢，我比较也喜欢吃鱼，虽然它是炸过的，偶尔吃一次也可以，嗯，但
猪颈肉，我是一个很注重健康的人。可以不加这个猪颈肉也可以。只要是投资者说出来的话，我们都可以改的。对，当然啦。对对。那猪颈肉可以你们用慢火烤比较久一点，让它的油出多来点酱。明白。补救一下。好。好吧。好。记得了啊。好，是的。嗯。那么开始去忙吧。好呀，你 OK。开始去忙，我来帮手。季姐，我有一个要求，和跟你合个影啊，不可以？不如那我们一起来吧，对啊。本来我是想跟他单独拍的，我不知道是谁了。哎呀，我们一块来拍啊，一块来拍吧。不如一起啊，一起啊。用我手机好不好？都好，都可以，可以，可以。大湾仔的夜，做大做强，遍布全国。好，那我们先干活了。好啊，我来帮忙。天华啊，我帮你刨这个皮吧。这个，你真的你我怕不怕？我不怕，我刨得比你快。好的，前辈，那好好的放在这里就可以了。好的。普通是仲要撇油的哈。系啊系啊，我哋飞一飞水先。OK， 飞咗水先。就保證我哋俾一道最健康嘅食物消費者。係啊，我自己都過唔到啦。如果油淋淋啲湯，幾正你們。OK。你哋呢邊有咩幫手啊？呢度暫時係啊，飛一飛咁嘅。我係飛水部門嘅，我係。唔好太細條喎，啊！哦，唔好太細條。而家改咗名未啊？你哋個菜？豬頸肉芝士老定。冇豬頸肉啦，而家。呢啲唔係豬頸肉。唔係啊，就係。呢啲咩嚟㗎？豬肉就咁叫豬丁，豬丁啦。芝士豬丁 ，OK。好 Q 啊！係啊，改個名啊咩噶啦 ？OK。好多東西要準備。要切，剁，煎。咁樣一陣收緊粒。明白。要切啲。大家都很熟手喎，我見到。OK 噶。好的，有什麼需要幫手？洋葱啦，不如。OK， 係啊，幫佢整洋葱。你啲洋葱，哎，哇，好猛喎啲洋葱，好劲啊，喊到我，哦，估唔到我哋真系咁认真啊！真系啊，你哋真系估唔到你哋咁，即系大家都有咁嘅基础啊，史无此噶。以为我哋玩下玩啊，以为你哋唔识噶，原来个个都识嘅。哇，就咁圆粒啊？系啊，圆粒煲。够了，我讲你。好，我们先 A、B 组各派一个出去，把那个车先开过去。我跟你先过去。对啊，组长啊。OK。咁我走了。走了。待会见。OK。拜拜。待会见。哇！刘德华又开演唱会啊？系咯，咁咪可以请佢嚟大湾仔？咁就沟啊？问下刘德华喎。咁大湾仔喎？咁佢系好大湾仔噶喎。刘德华喎。刘德华喎。刘德华喎。轮有刘德华喎喂！真系好威噶，嚟一齐唱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都开心啊，系咪好威噶？我哋趁有時間
芝姐可唔可以單獨同我影張相？哦，好啊。我就係想問，影完相可唔可以加你微信？好啊，好啊，好啊。你我過嚟，我過嚟。好啊。你坐喺度。好。一二三，一二三，好。OK。你 send 俾我啦。睇下等等先。哎，我跟姜芝姐拍照啊，单独的。美食要认准我们大湾仔的出品，而宝宝的奶粉当然要认准美赞城南针，有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环境配比科学实证，给宝宝顶配保护，宝宝爱喝身体棒。好，出发，出发！哎呀，过咗个镜先。哇，很重。你哋攞住啲嘢小心啲喎嚇，大家小心啊！下雨了，下雨了。芝姐，你先上车吧。没事没事。好，谢谢。小心。辛苦了辛苦了。哇哦！哇哦！威个喎呢度，我准备好，你准备好没？那当然。那这里 A 还是这里 A？ 这里是 A 啦。为什么？走。那这里是 B。哎，没那么重，没那么顺手哎，这里。A 组。芝士猪猪烙定啊，单点的，你分开卖啊？对啊 ，B 组套餐，69，69吗？69，真的吗？是，那么贵，可以可以可以 ，OK， 哎，你前面都 OK 啊，就这个这个，前面都 OK 啊，我们到了。组长，哎，到，哎 ，Hello， 我们来了。哎，芝姐，你先坐一下啊。好的。好，我们 A 组，哎哎哎，对，学习一下学习。我们今天呢，就是虽然是一个比拼啊，可是都是友谊第一。啊，比赛第二，没有没有的没有的 ，OK。所以呢，我们希望今天呢，就是在一个现实里面，把我们的那个目标尽量达到。有没有信心？有。哇，超有信心。有。哇，超有信心。有。对，看你的。非常好，因为我一看你就知道是卧底了。卧底。错过了卧底，非常好。对。好，我们是 B 组啊，虽然 B 组好像感觉比 A 组逊息一点，但是并不是，不是。跟我喊一下口号，好 ，B 组 B 组 B 组 B 组，把他们灭掉，把他们灭掉，灭掉我们我就不不不，完了，没还没 ，B 组 B 组 B 组 B 组，情同手足 ，B 组 B 组情同手足，好兄弟 ，B 组 B 组情同手足 ，B 组 B 组情同手足，来。跟着我，跟着我，嗯嗯 ，A 组 A 组 ，A 组 A 组，心满意足，心满意足 ，B 组 B 组 ，B 组 B 组，贵到离谱，贵到离谱 ，OK， 一二三 ，B 组 B 组，把他灭掉，把他灭掉，把他灭掉。那个团魂那边比较差一点啊，好闪。B 组 B 组情同手足，把他灭掉。OK OK OK， Yeah， 立正，立正，你们一起来啊！好，立正，立正，哎，往右看，往右看，往右看，向前看，向前看，我们加油，加油！好，报数看有没有人到齐。一。二三四五六四，你是四啊？对不起，是四五六七，好，解散。解散解散啊！走了走了，回酒店，回酒店。
所以呢，你看见我们这个阵容啊，我们这个气势啊，你觉得你会入股几股呢？我从今天看你们到那个食材开始哈，然后大家在备餐准备的 ，A、B 两组都非常的尽力，嗯，所以我这方面还是挺有信心的。我决定呢，入股四股，四股，好，你们值得的，我们值得的，就两万块，我们现在有两万块。好了，我们现在就是跟剪彩一样的扫码仪式了啊。对对，付钱两万块，对，收款2万元 ，yes， 对你们有信心，有信心，谢谢老板，马上进城了，好，好，我们开始啦，好，手套戴好，口罩，手套都要戴好，阿罗喺上边啦，系咪？暗领 ，OK。哎哎，有人了 ！Hello， 你好，你好，哎哎，你好，欢迎，都可以随便坐哈。好。哎 ，Hello， 请进，随便坐，欢迎。OK， 那首先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谢谢你们的到来啊。哇哦！请大家给我们的赵雅芝小姐的热烈的掌声。真的，谢谢，欢迎大家今天的光临。那既然那么开心，不如我们就先送一首歌。在这个街上，我们当然要唱一首跳舞街啦。来吧，谁怕谁？来唱摇摆，耶 ，Come on！ 差一分钟天就黑晒，无需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音量收细。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摆设小吃风凉着安慰，举重不肯放放原位。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似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明日似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喂，应该点起冲动心态？哇，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唱 high， 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美丽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准备，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似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似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不必将音量收细，黄昏的灯色风
佢摇曳，为食小吃风凉着安慰，佢总不肯放过余悸。喂，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跳舞街这首歌跟杭州有很大的共同点，就是很年轻，很有活力，很开心。杭州整个城市都觉得很年轻，街上看很多年轻人，很 fancy， 很活力，很有新鲜感的感觉，人杰地灵的地方的。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淡水的夜，杭州之夜，哇！大湾仔，哇 ！Yeah！ 加多了，加少了，完美，好吃。做菜配料要到黄金配比才好吃。对呀，宝宝的奶粉更是如此。美赞陈兰珍，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黄金配比，顶配保护，给宝宝一生更好的开始。美赞陈。这里是由美赞陈兰珍冠名播出的《大湾仔的夜》第二季，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本节目由零糖无负担聚会更好玩的动力火车苏打酒赞助播出。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大湾仔的夜》第二季。今天呢，我们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玩的方法啊。大家可以看到 A 组呢就有芝士猪猪捞丁，对，单点的啊。它加了一个含磷漆，这个是一个饮料。上面那一组就不用介绍了。OK， 我们下一个环节。B 组小春来介绍吧。哎，我们这个呢 ，B 组呢是个套餐，但就是这个可以擦掉 A 组的关灯的。我们有两个东西吃，一个是您鱼我炸汉堡。就顾名思义就是个鱼的汉堡是吧？大家不难理解的吧？不明白，不拆墙嘛你？大碗迷人汤，迷人的意思就是我们自觉的迷人而已，其实并没有那么迷人，好不好？做大做强，遍布全国就靠你们了啊！饿了吧？可以去点餐，马上马上。你们一定那个餐，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好，直接买餐吗？哈？直接买餐吗？买餐，买餐，后面，后面。不啊，过来这边扫码，如果点我们 A 餐的话。过来这边扫码，在这边。OK， 听到了。这个好专业，还能有声音。我们真的开店的。对，我们已经赚钱了。都是套餐吗？对。OK， 三个。这是比赛吗？一点点吧，一点点的比赛。输了就要认他们做师傅，太没面子了。待会儿拿过来给你们。就愣了一下，基本上一刚开始没话讲，讲不出话来，因为还没反应过来一种，就还有那个社牛自领，哎呀，很会在里面滴答滴答滴答答，对啊，我挺好挺好。你与我炸汉堡，大碗迷人汤。哎，要什么？等慢慢来，慢慢来，不要着急。一组套餐，一组套餐几个？两份。两份，等一下，等一会啊。你几个人啊？我两个人。两个人。我们想对比一下你们的。啊，不用比了，反正。哎呀，谢谢。138是吧？170，70，70，140讲两块，138对。一个 B 餐，那个 B 餐。松哥你好帅。啊？怎么会呢？咦？
一乘一 ，OK， 69块，谢谢。5份，6份，6份。我也要一份。1份，8份。我们也要一份。对，9份。我也要一份。10份，谢谢。啊，11，收到。不好嘞。哎，你是什么？是 A 组。A 组在这边。我这个 B。好，等我一下，很快，先坐坐吧。有一点肉可以了。好。哇，你试一试。嗰啲肉几靓喎。两边都平均喎。大家都知道吃什么选了哈。我们是 A 套餐。OK， 好。怎么样呢？嗯，有点热，有点热，像刚才跳得很。那你选的是 A， 选的 A， A A， 哦 ，OK， 待会吃。两个都想点。嗯，那你为什么不点 A？ 你点 B， 那就抢。哦哦，哎，好聪明。你选的是 B 套餐，是因为那个名字起的吸引吗？想喝汤。想喝汤，哦，不大不小，汤很滋润的，对，女孩子。两边点的餐都挺平均的啊，哦，这样。比如说两个人，他们点一份 A， 一份 B， 然后大家尝尝。哎，真会吃啊！那你们要继续加油哈。好的，嗯，那一切就交给我们吧。好的，好吗？对你们都很放心。大湾仔都说些拜拜，加油加油，谢谢，加油，谢谢你的来临啊 ，Thank you， 拜拜拜拜。谢谢雅琪姐姐，你成为我们的天使投资人，谢谢谢谢 ，Thank you。她带来了一个入股，我觉得她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示范了。她知道我们的大湾仔不是用来赚钱，然后她也想那个一起慈善一下吧。所以我觉得是漂亮的人有原因，你知道为什么？漂相由心生，是真的。OK， 美女好啊，啊，是啊，哎，可以。看看那个观众的反应怎么样？但系其实我谂捞落去 OK，OK， 系咯 ，OK， 来了喂，好了，这个是给你的，在这边试一下，谢谢，谢谢，这个给你的，你是第一个 ，OK， 先来两杯啊，谢谢，谢谢，两个。买呀！这个面其实真的蛮好吃的，我不知道怎么调出来的。好喝，好喝。而家我继续煲佢个半钟都得嘅，个半钟头。是不是那个猪肉可以不要那么快呀、啊？不用啊，如果你有了给我吧。有，味道可以吗？可以。小心啊！哎，哎，那么忙啊！哎，除了当演员，卓西有没有想过当厨师？没有。突然之间成为厨师啊！呢一鋪真係成日做，從未坐低。大哥 ，OK。先来两份了啊！好，好，你们先点了啊！两份汉堡。OK，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先上先。我们都一起的。拿了，谢谢啊。汉堡，汉堡，咬一大口。嗯，真好吃。
螺蛳壳蒸鱼是你炸的吗？对啊，好好吃，超级好吃，超好吃的，好了，刚刚好，里面好嫩的。因为我们香港美食茶餐厅都是这种东西，所以想带给你们尝一下这个。好好吃，超级好吃。谢谢谢谢，我们辛苦了，值了。我们煮卓西跟天华两个的厨师在我们那边的，怕什么？没什么好怕的。很香，什么时候能下的？快了，快了，快了。可以看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什么？这个是酸头，一整克。哦。这样子煲汤，看过没有？没有。从来没有看过。没有。这个则是我们的特色。对。等一下，等一下，小朋友，等一下，有点耐心，等一下，我们已经在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马上到，马上到。等一下，很饿啊，小朋友很饿，赶紧赶紧。那个迷人汤需要五分钟，迷人汤还需要五分钟。在做了，在做。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啊，太多人就我们得好。什么事？天华哥在弄，不在，马上啊。十六個，哇！四十份都好難整喎。係啊。組長，嚟。報告組長。嘿，這個可以了。可以，怎麼分？這個湯的剛才是。組長，迷人了，迷不迷人？分量够不够？你是主厨，先拿两份，慢慢来哦。别乱。哇，好烫，好烫的。谢谢。小心烫。小心啊，有点烫，小心啊。谢谢。不要，小心烫啊。你们有烫了吗？我们有烫了。OK， 那就好了。太好了，全都有。哇。尝尝这小葱哥熬的汤哦。哎呦，好不好喝？哦，要什么？要肉肉是不是？妈妈给你夹好吗？但是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是很有味道的，非常新鲜，这个味道真的很特别。看着很一般，但是喝起来很不错。好，汤有了啊？对，都有了。谢谢小葱哥，心满意足。哥哥们的热情服务上，然后以及他们做的菜的口味上，我都觉得非常棒。其实各个地方的人对其他地方的美食还是就非常感兴趣的。美食其实也是一种交流文化了，把他们的香港的美食带到全国各地去，让全国各地的人了解香港美食，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一年都喝光了，都喝光了。谢谢，太感动了。真的很好喝，真的太好喝。别叫啊！别叫啊！厉害！报告！有客人来了，来吧。好。芝士捞丁。这是什么？你好，是捞丁芝士。芝士捞丁，非常好吃的。哎，我们的汤快没了，都差不多卖光了，还有几份呢。哎，朋友们，最后三份。我们是 B 组了啊，是套餐，你与我炸汉堡，大湾迷人汤。哎，A 组啊，心满意足。B 组，味道离谱。快到天了。哎呦，反正。输的不一定是我，等待他们敬茶的。我觉得那两个东西真的不配吧，那个汤就没什么打不了了。Hello， 我是来拜访您的。Hello， 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一下？鱼的汉堡。那只要是你做的，我都想吃。小春哥，你那边扫吧。好，谢谢。哎，伯豪，哎，你看看我们那边。有很多人，你知道吗？你是一套餐。OK。嗯。大碗米面汤。哎，我们卖的很火哎，真的。哎，我觉得太贵了，这边。
六十九，我觉得就是你知道贵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啊。我们那边呢就比较便宜，也一样啊。那个有凉的、冰的。刚刚那边我吃过了，味道非常好。味道非常好，你小伙儿。哦，我是冲着你来的。对呀、啊。哎，找到了。哎，你好。你不是冲着我来的吗？我冲着你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我是冲着大家来的。哎呦，好会说话啊！我可以再拿一个汉堡吗？哎，我们是 B 组套餐，是这个。啊？对。我那边付了69。你上那边付69？啊。谁收你的？吃面那个。吃面那个，喂，吃面那个，吃面那个，你收他69块干嘛？不知道。吃面那个。什么意思啊？来，过来，你为什么收人家60块钱？我不是你是哦，你说他付了69给我，他说你付了69给你吗？对啊。哎，唔知好乱啊。我要第二个 B 组的，好，69吗？对，直接扫这吗？可以，对。所以有没有收到？有，收了69。OK， 69，汉堡给你啊。这好玩，什么套？谢谢。最后5分钟啊！好，我们再弄3个啊。组长，哎，我们还欠多少？对啊，我们8件整3，我们包，有没有信心？有，哎，朋友们，最后3份，有签汤，有签汉堡了吗？好，最后1分钟了，可以打包，还差一个，最后的冲刺了，最后一份了，来，最后一份汉堡，5、4、3、2、1，停了，谢谢大家。好，我哋搞定了啦。哎呦，我们搞定了，我们也搞定了，我哋太受欢迎，哎呀，对不住，我都等你开心啊。咁冇生意啊 ，good good， 有点大家竞争的感觉在里面是好事。今天虽然是一个比拼，但是都是友谊第一。我们是虽然是分队，但是我们是同一条心。好感动啊！最主要就是想推广这个大湾区的美食。但我也看到大家互相会有帮助。谢谢。好，来，谢谢。好，慢用哈。你帮我换包啊，不如。好啊，再来帮手啊，走了，拜拜，拜拜 ，Thank you， 谢谢，拜拜 ，Thank you， 很有夫妻相，你们，谢谢，辛苦了。我们来了杭州，不单是分享美食了，吃食拉奥丁，也希望把快乐的氛围传递出去。怎么一级比我高？一级都比我高。让大家也过一个很温暖也很开心的一个晚上，不但是吃饱的温暖。还有心情上的开心。来开会啦！耶，非常成功啊！成功。今天我们是一个比赛，可是我觉得对我们以后的营业都是很有帮助了。那不如就现在揭晓我们今天的 A 组跟 B 组的营业额呗。好，那我们今天的营业额是多少呢？博豪，两。等，为什么是你先讲？不是我们先讲。我们是 A 组呀。他不是要欠我们60，慢慢来，一条计，一条一条计，好。没有，如果寄回去的不及那个数了嘛。待会给你啊，那。啊，你们先说。他都不敢说了，现在。我们是2595。你们比我们多了，我们是2805。哦，2805，2595。看成本，确实那个。定价是影响很多的那个，所以敬茶跪在那个前面，嘿，谢谢你多多指教了，所学亦未精，对，所谣言不是太深。
但是要看这边看成本。确实。对啊，六九九还欠我们呢。那个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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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刚刚我帮你弄几个包，然后就我。你工资20块还给你。对，但是后来我帮你那个鱼，其实我就没有计算在里面。我就你也去了一个，对，所以我就说我没有计算在里面。我们还是一个同一个团体来的，所以就不用记得那么清楚了。OK， 所以人有时候就是很奇怪啊，就说说不出来的，就哎呀，就马上谦虚，我们还是好兄弟。其实我们输给你的，没有可能。其实我们今天的真正的数目是2409。真的啊，对对对，真的。60九快还给他。所以你们马上翻脸啊。其实也不是，因为你们加了69，我们也减69，其实真的很接近。所以无所谓啊。这无所谓。所以虽然是B9B9有你无我，但是就是开心呢。对。那么，加起来就是过5000块了。哎。可是我们还没有减那个成本呢，所以我们现在看看大家哪一个成本比较高。你们成本应该比我们高啊。你们有鱼啊？你们有鱼啊？不一定啊。他们是11190加69，1259，然后最后我们就是，对，1226。我们是1226，他们呢？他们就是。1259，左西哥，这样子，左西哥，你走过，走了，他讲，哇，踩准起来这样子啊，等一下。那个还有一个东西呢，还要等一下，没有啦，没有啦。其实我没想到那个差距会那么小，真的啊。其实制定的心腹欲也都不少啊，不少啊。今天我们今天的纯利啊，纯利2485，掌声鼓励一下。最高，最好呢，最好都是我们今天还谢谢那个志姐来那个投资我们那个啊。对，好，我们现在有请小碎步，全部退后。好嘞，大湾仔们辛苦了，劳逸结合很重要。我今天看他们工作了一天。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功，非常的努力，所以这个锦囊呢送给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值得的。每人选择一个鸡蛋，砸中剩鸡蛋，明天大家就可以放假一天吧。放假？全部放假？每人选择一个鸡蛋，砸中哪里啊？砸地下？不会吧？不会。砸中俺老头。啊！哦，我们每人挑一个，每人挑一个。来，随便选一个。额头是吗？好，一不要，四头也可以啊。好，这个衣服我好喜欢。要不要帮你？1、2、3，真的，是真的。哎，加油！你先来吧。所以一定要选择生的。对。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熟啊，哎呀，仲打熟啦，熟的。找一些不病的。
第三季都开拍了，你可以甩快一点吗？好了，应该是生的了。生，眼镜啊，我取下来都没有用啊。如果是生的话，那不用试了吧？不用说，勇士。勇士，牛啊！对啊，牛啊！哎，谢谢林总，哎，为我们的牺牲啊！哎，春哥，我都说我的胜负欲没有太多啊！好耶，林总，林总，我们给林总掌声啊！到我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以前是做游戏节目的。好，好嘞，真的，我们托林总的福啊，明天就可以自然醒。没有，没有。那现在我们就输了，那回去我们就奉茶。好，这是愿赌服输啊。哎呀，这种虚名很虚无的缥缈，很虚无的，很缥缈的，不重要，不重要，看心意吧，看心意吧，不重要，但是需要，但是需要，对。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蹦蹦跳的回去了？可以啊，可以蹦蹦跳的回去。这里是由美赞臣蓝针冠名播出的《大碗仔的夜》第二季，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没到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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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查到啦。哒哒哒。咦？摆好了已经。哎，如果有啖茶饮下就好啦。来来来，阿志林哥，我小减杯得噶啦，我啲受唔起。哎，千祈唔好咁客气。我哋啲输不起啊。我们心服口服啊。对。哦，牛了牛了牛了！哎，陈哥，心服口服、啊。有没有洗锅啊？洗锅了，很干净了。领教，师傅领进门。看什么？没有，看得很帅啊，很帅、啊。去那边一人敬一个啊，天华哥啊，是一人一个。天华哥，你太大声，我的耳朵你有点。天华哥，什么？哎，我不多说了，真的。怎么不啰嗦啊？不啰嗦了，你真的好帅，有点虚啊。对，我输。哇，很烫啊，很烫！哎呦，有独行旧地，倚着长路与沙地。先去哪里？后耶！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好好好。可以吗？哎，可以。哎呀，卓西哥，说啥？卓西哥，练仔，说啥？哎呀，差不多年龄，哎，不用接了嘛，自己人啊。哎，很烫啊，很烫，我吹，这个不行啊，礼貌有没有？哎，吹，蛮好的，哇。哇，还没喝完，赶快啊！嗯，好嘞。好了，条气顺翻啦。今天的取肉，我会记住的，直接报仇，我记在心里面。那总结就是，我们不要再搞这种 PK 了，好吗？对呀、啊。
是谁想出来？不知道那个混蛋。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是我有眼不识泰山。OK， 其实呢，我们现在就完全没有那个资金的压力了。好，我们去玩好不好？好，去哪里玩？去哪里？去乌镇，明天我们去乌镇观光一下啊。嗯，为什么选乌镇呢？近嘛，这里比较近，就乌镇，所以我们就去观光一下，就轻松一下。好啊，吃好一点的。OK， 那先这样吧，好吧？好了，今天辛苦了，我们要变回一个团了，太棒了！耶！可是那杯茶，我永远记得。耶！那味道真的不一样的这个茶。哼！好嘞，晚安。早啊，早！出来工作一段时间了，真的十分想念家里那么的孩子啊，就想在身边陪伴孩子的成长，给他们最好的保护。宝宝出生后啊，最重要就是构建自身保护力，选奶粉呢很有门道。我给身边很多朋友推荐美赞臣蓝臻，因为宝宝的营养很讲究，就像乳铁蛋白。不是加了就行，也不一定越多越好，要认准黄金配比，并且有科学实证，给宝宝更好的保护力。是啊，所以美赞臣蓝臻就是有中国宝宝啊实证乳铁蛋白。对啊，他们通过长期喂养追踪，发现喝了蓝臻的宝宝身体更棒，保护力特别好啊。所以新的一年要给宝宝更好的开始，我们上网搜美赞臣蓝臻，囤起来吧。嗨，大家好。哎，噔噔噔噔 ，Hello baby， 妹妹，嗨。你去边度嚟啊？头先，喂 ，Hello。哦，好了，快啲冲凉啦！好了，拜拜，拜拜。沧海一声笑，真真两边摇，浮沉随浪，知己今朝。哎，还没醒，人呢 ？Good morning。大家昨天晚上怎么样？休息的好吗？哎，不好。我很好啊，完美，我觉得。也没感觉谢总昨天晚上回来温特托他们。温特托。我听到他的打呼。我有啊，昨天晚上有。那我睡得很甜。我们奔着那个过年的部分。啊，你想讨论一下那个？嗯，因为去年真的没多少。有过年的一些氛围，我们所以最后那一站我们就有那个新年的那个氛围啊，感觉。哎，哇，他还没结婚而已啊，我们有封红包给他。这个是以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行为，这对现在就没有红包的行为，就是少电子红包。对对对对对，我不介意。好，那最后那站我们也希望找一个就是有新年气氛，不要必须要有，对，不要太冰冷的地方了啊。哦，最后一句才是重点。那今天我们就休假嘛。哦，对啊。然后呢，大家就活动活动一下，活动活动一下。来了，来了。这里呢，这是我们第一个玩的游戏。什么啊？冲击。哇，这个是橡皮艇啊。不是，应该是一个大球。哇，吹呀吹。冲八个小时。八个小时，
等我嚟食个饭先。2000 years later， 见到那个球的时候，突然间想起来，就是因为杭州有这个亚运会，全民应该一起动起来，一起运动。我们大湾仔怎么能够不去玩这个大的这个排球？但是确实是很大。来试试看。都好嘅，呢个波传出去都赢入世界杯仪式咯，排球嚟喎。大镬！哎哎哎！冇啦。快啲谂下有咩办法攞翻翻嚟。唉，冲动啊！有晒个波啊！过嚟啊，炮！扶住我，扶住我，扶住！唔好走嘅嗱，冇夹，冇夹，唔系得埋先，得你扶住我，得你扶住我，你扶住我，慢慢嚟，冇夹，扶手我，得，得揿实先，哎呀，多谢，等先嗱，扶手条腰，揽住我条腰，冇，唔好，等先，要斗起佢，我得，一二三，好嘅，真系都唔够，系咯，俾个生路嚟行好喎，唔好省过嚟喎，蛇龟，好啦，而家正式开始，三打三系咪？唔好落地咯，唔准落地啊！死，首先斗六分就赢啦，来啦，准备啦，一、三。一、二、1-0，都几难噶三下，三下系难噶，你要控住嗰个。哎呀！年轻人就年轻人啊，很冲动。对，不好意思啊。好，1-0啊！唔系你两个举高，我拍过去。啊，出界噶，出界噶！一、二、三。OK。耶！OK。你帮我等波先啦，噶。我冇等波，以为你咁样啊嘛，大佬啊。我想等波。哎，我们是同一组的，对，我们是同一组，快，1-1，发球发唔到勾啊！哎，接波！耶！冇啦，傻啊！是啊！啊！三！哇！走！啊！啊！出界！喂！出界！出界！好嘅，喂，来，未落啊 ！OK， 继续，一下，两下够啦，系 OK， 喂，未落，唔俾我呢，唔俾我，谁首先到六分就赢啦。高咗先，好 ，OK， 一、二、三，没事。哦，好的，等住，慢慢 ，OK。哇！喂，6-1赢啦，
什么情况？十一分嘛，啊？六加五就是十一分了。对，结束。完毕。完毕。哦，不行。好了，你们在那边背着我们，我们就设一下规吧。那你们过去。快远啲啦，喂！咁近，未必射得中嘅。一踢，我头插进去。啊擦住个面咯，即刻中面。好嘞，你小心啲线啊！呀！呀！哇！哇！反弹！斩！哇哇！啊！都全中啊！系。呀！都踢爆佢为止系嘛？无本胜利，恭喜发财！哇！身体健康，好呀！学业进步啊！一辈子好运，财源广进，龙马精神，身体健康，什么都好，无本胜利啊！大吉大利！好，头先边个输咗，摆个头入去嗰个窿嗰度。唔系数啊，数数数数数，我嚟数二三五啊，十啊，十二十七，二十廿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头先边个输咗，摆个头入去嗰个窿嗰度。好啦，快有，快啊，快啊，快啊 ，round up 啦。要抬高佢，要企直，企直啊！有有新鲜没啊？这个成为咩啊？所见嬉戏的地标了。蛮好玩的，这个要不要报仇一下？要去的，好开心啊！好开心，好开心啊！准备去那个乌镇了。走走走，好了，好的。本节目由湖南卫视、芒果 TV、咪咕视频联合播出。起航了。阿姨来个蒸肉万糕，萝卜丝饼，春卷也来一个好，肉也好吃，真的很好吃，又多吃又可以给人家说少，这个节目太爽了啦！没有人发现我，没发现我，我们就让他入股嘛，入股，这哇，怎么围这么多人突然过来，那怎么算？怎么算？只能十万块，十万块，请兄弟完成午餐，每人限时五分钟，什么？哇，这个面可能很辣哦，还要辣椒。今天没饭吃了。咚咚咚咚。哎，好累。不行了。怎么了？不甜的。好搞笑。他跟电视剧里的完全不一样。公众喜茶白跳。快点。有没有人点的啊？暂时没有。对啊。好运滚来若。萝卜皮欧姆。这个是萝卜。怎么写啊？经理啊，有客人去投诉。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再说一次对不起。大碗仔，大碗仔来啦！尽全力发挥，成日做从未坐低，中午整个牛肉米，夜晚炖煲猪腩仔，为求做满分，凡事百分百细心，年年甜酸苦辣如谱写人生，大湾仔为我留初心，不计较
今晚娱乐微博公益新浪公益，关注大万仔的官方微博，看更多大万仔营业花絮，上微博参与大万仔的话题讨论，分享美食和音乐的治愈力量。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娱乐、网易谈、七社、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凤凰新闻、一点资讯、Tucker、特别合作十八度、精品书法、智联中品、智行地铁、百度书法、太南一代加 Y 直播、豆果美食网、有道词典媒体支持、中国新闻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京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